就是我们日常可以玩的小游戏的一个东西。我粉粉购买的，我粉粉购买的，粉粉粉粉购买的。我点喷。自己选择真心话大冒险，你如果选择以后，叫你做的事一定要做。完蛋！你啦你啦！我在怕，我在怕，我现在手开始出汗了，有在怕了。就这个洞，看清楚，我轻轻这样插进去，没事啦。我现在在怕了，这完了，插啥？来，我们第一轮这个真心话。我紧张。有什么好怕的？哦。要出来，要出来！哎，动了啊！好可怕！三个，太多，危险！我跟你讲，就这种连着，没事。我跟你讲，谁后面是谁？又到我！我来了！哇！谁？你本人。我不行，我们现在已经快要那个了，好不好？接近尾声了，快要出现赛点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给他看，我中间，你要给他看，怎么样？就我觉得就这一间，我觉得就这个也会中，中可能不可能。跟你选，你现在要真心话大冒险，好嗨哦！大冒险，好嗨！你选大冒险，你选大冒险。对呀，大冒险，我不怕，什么都不怕，我也在怕什么？啊！我们得先考虑清楚。对，但我觉得不要影响到第三方人比较好。对。如果你们 Q 我去跟小鬼说一句话，我会吓死。那我要 Q 小鬼，我怕。不要，我真的吓死。你不要再 Q 了。你现在去那个摸摸小鬼的头。啊！不可以，快点！去摸在他上面的时候，摸一下就好可爱。哇，怎么这么顺？去。是男人就什么都不要怕，就给他干下去。